es un cambio, yo quiero opinar.香港點解仲係因為一啲可能宗教嘅反對，或者一啲傳統嘅思想，導致到都係繼續keep住，甚至乎退後咧咁樣嗰個所謂嘅，即係算係一個自由嘅社會啦咁樣，即係我哋會咁樣睇咯。所以好想希望係令到多啲人去真係企出嚟，去為到即係同性戀嘅一條路可以去多啲人去關注同埋去發聲咯，我覺得。